流行歌里面最受欢迎嗰首讲朋友嘅系边首歌？就系、是、朋友啦，系嘛？朋友点样教你啊？一嚟就嚟噶啦，啊！人生如梦，朋友如雾，你借钱俾冇？咁一借咪散咯。而最紧要，佢最后亦都提醒你，林美，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处梦里，彼此借钱，系咪咁唱？唔系，系共赴患难处梦里，紧握你手，够噶啦，怕。